阿宏中医药电台网址 www.ahontp.tw。这个是由我阿宏本人制作主持服务。敬请各位网友观赏，每天拜一到拜五。下晡五点到四点，欢迎收看阿宏无所不谈。只要对事无对人，什么代志拢会当在本节目发表你的这个意见甲看法。感谢网友多多起来发表，多谢多啦。江西的新风变大声，人在思念，今夕的爱情也会孤单行。阿边上，阿边着行，最后才知输赢。各位亲爱的阿宏无所不谈，咱这个网友观众大家午安，大家好。那么咱这个阿宏无所不谈这个节目是伫阿宏中央电台每工拜九拜五下晡是两点到四点，由阮有小弟阿宏成坤，甲咱网友观众做伙来关心国家事、社会事、家庭事、教育事等。来，咱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138，现场电话台北公里2977738。咱这个电话永远是和同事您定称的电话台北公里2977738。来，咱继续来看政治新闻啦吼。好啊，那这是当大条啊。伊讲哦，为刮文贴，啊，伫个愤怒，啊，要推动，啊，这是啥？来。这是卢秀莲啊，吼、哦，前的孙安尼啊，副总统卢秀莲，伊讲哦，啊，我伫个闭关呐、啊，伊讲伊伫个闭关呐、啊，啊，嗯，啊，无的孙安尼啊，大家哦要找访问哦，拢无啦，哦，啊，风声呐、啊，听迄个风声讲哦，伊要退党，洪进前就讲过啊，我讲吼、哦，那郭文铁无入党。亚民进党啊，要为着郭文铁吼，也啊来甲郭文铁啊来做民调吼，啊来赢的，伊提名就对了吼。啊，若是郭文铁这个民调伊赢，当然啦，伊就支持郭文铁啊，唔对，支持郭文铁吼。
啊来参选台北市长。好，我之前我都讲啊，我讲哪个安尼哦，这个林东来哦，啊，绝对的孙安尼啊，啊，会变分裂。哦，我都预言就对了吼、哦。来，咱来看内容，这是新台客政治中心台北报道。针对媒体报道吼，前副总统卢秀莲因为不满着党中央可能接受台大这个医生挂问题，以无党籍的这个身份代表民进党，啊来角逐台北市长的这个选战，无排除考虑。退党，你要看啊？那么卢秀莲表示啦，外面讲哦，我真受气哦，绝无这个代志啦，吼、哦，我伫咧闭关，吼、哦，啊那伫思考咧，啊，伫想讲吼、哦，我要安怎啊来对付这个什么人？这个瓜医生，啊对不对啦？啊，啊是安那咧闭关，无影咧闭关啊，是用讲的呢。其实吼、哦，我都点点啊咧分析，点点啊咧看这个报纸，点点啊咧分析，分析瓜的吼，伊的弱点，啊，甲伊讲话，诶，这个漏洞呢，啊，嗯、啊啊，我其实吼讲闭关，其实我拢咧注意遮就对了，阿宏嘛知影，吼、哦，但是你唔知影，即马阿宏讲出来吼，可能恁都拢知影，吼、哦。啊、这个也算了呢。那么伊伫表示啦，哦，卢秀莲伫表示啦，唔管讲民进党哦要做啥物啦，相信讲民进党拢会遵守党纪的。你甲看，一句就甲，然后就对党的就甲说落去啊，嗯。那么媒体报道伫咧讲啦，民进党哦，渴望伫咧本月伫咧中执会通过台北市长选举无提名，伊的这个决议，全力支持台大医生郭文哲以无党籍的这个身份参选。卢秀莲在旧历哦，旧历年的时阵啊，旧历年前啊，那么就知影这个代志啊。哦，第一个说时间，听讲吼，安尼先，党中央要即种的这个啊，算讲八旗啦，吼、哦，气一个孙安尼，吼、哦，血压拢压悬个就对个，吼、哦，啊你就知影，咱卢秀莲吼，嘛小可安尼，会胖哩，吼、哦，啊佫有血啊，吼、哦，啊若佫气到到底吼，迄有影。哦，迄暗哦，突然间哦，牙关起哦，这种真危险，你敢知？吼、哦，一时间的这个血压牙关哦，有当时啊吼，对造成啥？造成你个中风，哦，对不对啦？啊，所以气噶哦，好安尼，规身躯哦，皮皮喘就对了啦，啊，伊讲哦，会考虑要退党。哦，啊，若退党，你来看，嘿，那卢秀莲咧要退党哦，我看，敢若差不多伊啦，啊，甲过去吼，因民进党诶吼，伊咧做总统迄阵啊，敢是有一个啥物会啦吼，那迄有啦，几个啊，哦，几个啊，若是民进党可能会退，伊若退党会退退党，啊，但是迄无几个，吼、哦，无几个吼、哦，因为卢秀莲吼，无派就对了。无迄个派系啦，哦。那对于这个外界传言哦，伊可能哦会出马参选到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主席，卢秀莲伫九日表示的，九日就是昨表示，外界传言哦有真多啦，拢毋是真正啦，哦，拢是种啊，都甲你讲哦。新闻哦，都无爱报好哩，都报无遐歹哩，大家拢伫遐猜啦，啊，其实拢假，吼、哦，迄拢假，吼、哦。那么有人吼、哦、编做故事的啦，吼、哦，我从来无讲买，或者是
啦。那么伊伫咧强调啦，卢秀莲咧强调啦，伊家己即几工啊吼，拢无甲办公室的即个人来联络吼，啊，就是过年哦，拢伫闭关啦。讲闭关较好听啦，其实吼，我过年吼，拢唔敢出门哩，吼。因为出门哦，过年爱红包哩，人别人哦，包括你都知影。这个董主席苏贞昌是毋是咧发红包？啊，董主席是董主席呢，啊，我是副总统呢，啊，阶级阁评级较悬呢，对毋对？我出门我无扎红包，要用笑死个，所以我就唔敢出门啦。啊，本来就是安尼先啦，吼、哦，迄恁拢唔知影，就敢那阿洪知影安尼啦，哦。好啦，咱讲到这结束，其他的几位讲这个网络，讲这时间，继续收看《阿黄有所不谈》，再见，拜拜。